今天的款式。月神之泪有静月的不锈钢的质感，也有银绢的特别之处。好美好美。想着怎么把你得到，在我心里永远是最好唯一的底牌，也是眼里最美的色调。可以陪你散步到伊犁河，手里拿着奶茶在骑汽车，回忆只有我。蹭完了，你就在旁边听着我继续说，让你出现底胶包裹一层，也会毫不犹豫的公开你，让其他的女孩都崇拜你。当当当，我们的新拍胶22，拍渐变擦一下假面，今天试一下不涂磨砂。今天是拍后缘渐变，放心大胆的拍拍到肉上的，一会儿擦掉。比较透的地方着重第二遍加深一点，擦一下肉肉上的，完成底胶包裹。